协会第十周年庆，以及台湾传播台传媒网络电视台的试播仪式说明会，我在这边向各位致新春团拜，新年快乐！各位长官、各位贵宾，希望我们台湾传媒未来能为我们媒体这一块，能为国家来贡献，而且为每一个角落，为那个来落实真实的一个报道。